在呢，我来到了文昌市的龙楼镇，我所在的这片沙滩就是在文昌观测火箭发射的最佳地点之一。而在我的身后呢，非常遥远的一个小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六号空域飞船。虽然今天天气有一些阴，并且海风非常的大，但是可以看到，在我的周围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民众，就是为了来等待天舟六号火箭发射的那一刻。天舟六号上去的后这十六乘组也该上去了，所以我很关注这个东西，这是给中国人长面子的事情。那您是拿的就是咱们专业的这个设备，是在平常就特别喜欢摄影啊？是的是的是的，你想象的很好，但实际上能不能拍到还不知道，因为第一次拍到底咋回事还不知道呢，拍这一次以后就知道了。我们是来参观文昌火箭发射，觉得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，好像听当地人说，就是每一次发射火箭都会有很多人从外地赶过来，还有专门飞过来，然后当晚再飞回去的，就感觉大家对国家的航空航天的事业 的热情很高涨。从北京来那个文昌看发射的，我看到他要今年上半年五月份要发射，我就准备提前谋划行程，然后是看到他有通知了，然后就是给我们赶过来看发射的。临场感嘛，肯定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是，如果说是你在电视上看，虽然它的镜头会比其他的时候会要清晰很多，但是它那个现场感的声音啊，然后人潮的欢涌啊，这些都是不一样的。放眼太空吧，咱们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。